白色配天空蓝，米色配上绿色。它呢放出来的位置 T 恤是很标准正常的，可是呢它的宽松感不会像是那种男友的 T 恤的感觉，然后一样是有弹性的。最好看的其实是它这个蓝色的印字，当然你说要绑可不可以绑，它是可以绑的。你看到透透整个两折，整个就好看起来了。平常你如果就是单一件 T 恤出门就很好看，蓝色搭蓝色我觉得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啊。它虽然是素 T， 可是你看就非常好看。这一次米色我倒是很喜欢，因为它配上我很喜欢的这种完全找不到的绿色，又有点亮又不是太亮的绿色。这绿色我也说不上来，不是草绿色也不是青苹果绿色，但是呢我觉得就非常的好看。我一样是搭配灰色的裤子，你看它就会塑造跟刚刚白色不一样的感觉哦。而且这个颜色平常你不想要那么休闲的时候，我们来配一下纱裙，它配纱裙黑纱杏纱都非常的好看，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它是很加分的。而且它其实是衬肤色的哦，它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一种肤色，感觉距离皮肤色很近。如果你今天是不想要走牛仔风的话，想要走纱裙，你看这搭纱裙多好看，再搭个牛仔外套，你看这样搭，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好看？